我回来了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曹立章啊，这回可帮了大忙了。这笔活干完，咱们能挣不少呢。到时候啊，得好好谢谢他啊。行，到时候你别塞抠，你得请人家吃大餐啊。没问题。好吧。爸妈今天来过了，为徐小辉的事儿。 他们想请咱们一家三口去吃饭。全家？嗯。天宇去啊？嗯。我不同意。宝明哥。小艾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是，天宇啊，是徐小辉的亲生儿子，按道理呢，我应该让他们见面。可是，天宇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，万一徐小辉冒冒失失的吓到孩子怎么办？ 我不同意。不会吧，小辉回来我见了，我觉得他变化挺大的，在孩子的问题上，不应该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冲动，那么过激吧？小艾，你才见他几次啊？你想想啊，他在监狱里住了整整10年啊，他攒了10年的劲儿，他一见到他亲生儿子，你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来？ 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。啊，对了，我也不去了啊。妈，爸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，我来晚了，快坐。没事，没事，来来来，啊，我坐这儿。小安。啊。就你一个人。 那个，天宇要回家写作业，宝明哥有点急事儿，他实在是来不了了。啊，这个什么，一个人也行，一个人也代表一家人呢。来来来，先坐，对对对，那曹行，给他。宝明跟天宇连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。 有，但今天不行。以后吧，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。是不是宝明不想让天宇见我？ 那个什么，哎，这个黄瓜蘸酱，小艾，吃菜吃菜，那个快吃快吃，来来来，这不是每天都能见吗？是不是是不是小艾啊？来来来，赶紧吃吧吃吧，来来来，你吃饭啊。嗯，先给你大姨夹菜。小辉，今天当着家里人的面儿，我也不给你撒谎。宝明哥确实不想让天宇见你。 你也知道，这10年，天宇一直是跟我还有宝明哥在一起生活。宝明哥很爱天宇，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。宝明哥，他甚至害怕你出狱，他觉得你回来了。
那儿子就不是他的了。所以，小慧，别怪他。不怪，我感激你们俩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怪呢？小安，戒酒了，一茶代酒，敬你和宝明哥。你们俩对我的恩记在心里，忘不掉，有机会一定还。但是田雨，我还是想认。睡不着啊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小慧来过了。嗯，她想见天宇。我不同意。宝明哥，小辉毕竟是天宇的亲生父亲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咱们没有权利，也没有办法阻止他。是，徐小辉是天宇的亲生父亲，可是天宇的感受呢？天宇他愿意接受一个他刚出生就把他抛弃了的、坐过十年牢的父亲吗？那怎么办呢？这件事情我们总不能瞒天宇一辈子吧？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，这一切他都知道了，而他知道我们在隐瞒他，他会不会恨我们呀？天宇现在还是个孩子，他在学习的紧要关头，我作为父亲，我有权利，我有义务保护孩子不受伤害。可这件事情本身对他就是个伤害，我不同意，起码不是现在这时候告诉他，我不同意。宝明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比谁都爱天宇，唉，该怎么办呢？宝明哥，你看这样可不可以？咱们等天宇考完大学，真正的成人了，我们把这一切告诉他，详详细细的告诉他，让他自己去选择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但是现在徐小辉不能来打扰天宇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找他谈。
怎么样，还能适应吧？这都是英文，根本看不明白。回头慢慢教你啊。对了，我跟你姐夫商量过了，等回头呢，你对酒庄这边的生意熟悉了，我们打算把这家店交给你打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红酒啊，最主要是看那年的葡萄好不好，这个葡萄好呢，就决定它的口感怎么样。红酒它，姐，那个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哦，行，你去吧。天宇，这孩子这几天怎么老那么晚回来啊？我也琢磨这事儿呢。你说他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啊？不会吧？什么不会？现在高中生谈恋爱的人多得很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抽点时间探探底儿啊！要真是这样子，那可不行。给他做工作。我知道。哎呀，我没心思吃。好吧，我跟他来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儿子！儿子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看有人跟踪我。跟踪？我们做生意没得罪什么人啊。是啊，什么人会跟踪你？要不要报警啊？不要，我腿快，给他甩了，我怕他发现咱们家在哪儿。那人长什么样啊？个儿这么高，头发短短的，眼睛挺小的。多大年纪啊？40多吧，可能40多。行了，没事了啊，快回屋吧。先回去吧。啊，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吃饭没有？哦，吃。我找他去。
你说的。小辉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偷偷摸摸跟踪天宇了？你别不承认啊！那天偷偷摸摸跟踪天宇的是不是你？是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看看天宇。你吓到孩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吓着天宇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能再这么偷偷摸摸跟踪他了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们会尽快的跟孩子说明真相，好吧？谢谢啊。再见。我找徐小辉去了，我没去公司。你找他去了？嗯。我不能老让他这么吓着孩子。没打起来吧？没有。我看他也没这个意思。罗敏哥，自从天宇说那天小辉跟踪他，我就好几天都没睡好觉，我就在想，他现在还只是跟踪天宇，这时间长了还不定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吧。你说说，如果等有一天小辉对天宇说了这些事实，那还不如咱们面对自己的孩子把这个事实给说了呢。有人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谈谈天宇的事儿。坐。小辉，天宇不是你一个人的孩子，你不能自作主张。宝明跟我说了，他去找过你。其实这都是对孩子的一种爱，只不过大家爱的方式不一样罢了。小辉，我们能不能把这种爱综合一下？我不是说不让你见天宇。明白，听你的。你也知道，宝明他很爱这个家，很爱天宇。虽然天宇不是他的亲儿子，可是这十几年了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。所以，他有权利保护孩子，你能理解吗？理解。晚上你有空吗？见面啊。
真的，真的。天宇，爸爸妈妈爱你的心永远不会变。儿子，妈妈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你怎么理解的？你又不是我。因为我和你有过同样的经历，我有过和你现在一样的经历。那你那时候是什么感受啊？想死，不想活了。知道吗？在你七岁以前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你那时候那么可爱，那么可爱，我那么那么爱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知道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你是别人的儿子，我都快疯了。我想离开这儿，离开所有的人。我什么都不想看见，甚至我想过死。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我看着你一点一点的成长，从你不会走路到扶着你走，到你会骑小自行车，到你能背着书包去上学，下雨的时候怕你淋着了，
后来，我想明白了，不管你是不是我亲生的，你都是我儿子。因为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已经离不开你，离不开。不管你是谁的儿子，只要你跟我在一天，你就是我的儿子，我就拿你当亲儿子一样去养、去看待、去照顾。因为我爱你，你保命吧，爱你，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。记不记得从小妈妈就喜欢带你去长城，妈妈总对你说，人想要走得更高，就得像长城一样，有那么多的蜿蜒曲折。相信我儿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、最优秀的儿子，能想得明白。能像长城一样有那么宽阔的胸怀，对吗？好孩子，加油，我们一起。笑话你，我把伞你拿着来。哎，不要，你打着呀。干嘛呀？我不要。天宇，天宇，起来。天宇，起来行不行啊？别跟着我行不行？真烦。别跟着我行不行？不是有伞的吗？还淋成这样，谁让那么大呀？嗯，这你咋干的？快把衣服脱了，把衣服脱了，我自己去，赶紧把衣服换了吧。把衣服换了，小心感冒啊！啊，你赶紧脱下来吧，你快淋成什么样了？我给你拿个保平的衣服。这。
爷。哎，回来了。我爸我妈呢？还没回来呢。哦哦。您看书呢？啊。爷。嗯。我问您点事儿呗。问吧。前几天吧，我看我妈跟徐小贵关系好像挺好的，然后但是她跟我爸又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儿啊，还是有什么，您能告诉我？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些呢？我就是问问，不是看见了吗？我也想知道。这事怎么说呀？嗯，行吧，那我就跟你说说，这事儿早晚你也得知道。以前不跟你说呢，是因为你还小，怕你接受不了。现在大了，这个徐小辉呢，跟你妈妈以前是两口子。真的？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呢？这事儿我还真说不好。反正吧，他们刚结婚那会儿过得挺好的，你妈写信回来也说什么什么都好，后来也不知怎么就突然给离了。那会儿我和你姥姥还真是问过她，可是我们怎么问你妈就是什么都不说。你说这种事情，孩子不想跟你说，我们这些做老人的也不好来回来去的问，后来我们也就没问。啊，没什么事儿了，那我先回屋做作业去了。还不回来？哎，爸去找他还没回来。他们俩别走岔了。哎呀，说说。回来了，儿子。回来了。我怎么这么晚啊？啊？吃饭吧。我在学校吃饭。妈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你先吃饭吧。啊，吃啥了？啊，你在哪儿吃的？我外头。我跟你说，你摊上那个别吃，夏天不卫生。天宇，这几天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跟爸说说啊？我爸没事儿，你出去吧，出去吧啊！我这复习呢。问出点什么没？他什么也不说。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把天宇啊带回老家去。回去干啥呀？你想啊，他现在这个情绪，在北京啊，他也读不好书。我把他带回老家，远离这个环境，他现在不是也能安静的读书吗？我不同意。他现在的心情，就是因为徐小辉的出现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件事情要是解决不了的话，他走到天涯海角，他也读不进去书。问题孩子还小，他没有独立面对这一切的能力。我们先把他带离这个环境，等他考完试以后，他也长大了，他就会好一些。你老说他还小，还小，他都已经17岁了，再有一年他都是大人了，
啊，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事情。正因为他没有能力解决事情，我们现在才会让他面对这些事情，让他自己去消化、去解决、去克服嘛。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他是面临考大学。你说孩子要考不上大学，这一生不就完蛋了吗？考大学是为什么呀？考大学是想让孩子的以后啊走得更好，对啊，发展得更好。你连现在目前这点问题你都解决不了，你以后走入社会，你会好吗？你连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没有。反正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小艾，我什么事以前都依你是吧？但这件事你要听我的，孩子他现在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应付这些事情。你怎么又说他没有能力呢？报名哥他是个男孩，再有一年他就是个男人，我们就应该像男人一样去养活这个孩子，别腻腻歪歪的像个女孩子，这不是我要的儿子。我不同意，我们本来是生活的幸福的，都怪那个徐小辉。你说他哪怕晚出来两年，他哪怕他出来以后他不来骚扰我们，不就没这些事情了吗？宝明哥，你现在怎么面对小辉这件事情？你嘴里怎么能胡说八道呢？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小辉那是骚扰吗？他正是骚扰。他就是想见见他的亲生儿子，他怎么能叫骚扰呢？你说有这样当父亲的吗？啊，一个孩子刚刚出生，他就把他抛弃了，完了我们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完了他现在坐了十年牢，他就要回来认这个儿子，你说有这种道理吗？这种父亲要他干什么？滚得远远的吧。他就是滚得再远，徐小辉也是天宇的亲爸，天宇是他的亲儿子。吵什么呀？吵什么呀？吵！哎，爸，孩子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回来了！你们当着孩子面就这么吵啊？不是，越大越不懂事啊。爸，你别生气了，错了，我们。天宇，老爷回来了，咱们吃饭吧，好不好？我不饿。啊？田宇，吃饭。你们先吃吧。田宇，田宇，爸，什么都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吃饭，叫孩子吃饭。老爷，哎，谁呀？哎，曹行，来来来，大爷，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田宇呢？天宇，天宇，天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哎，我们学校让我们去外地小学支教去，支教一个月。支教？对啊，就去当老师。我选的沙坪坝。哟，这不要走了吗？跟你们打声招呼。人家让去了。啊。老爷，我觉得是不是沙坪坝有点苦？哎呦，现在还算苦啊？那我们的小时候那才叫苦呢，现在这哪叫苦啊？是啊，沙坪坝也是我老家呀。没错，这孩子说的对，不忘根不忘本，这孩子将来有出息。走，出去走。哎，喝点水，不喝了。哎呀，啊，我跟他说点事儿，你出去去啊。哎，你们哥俩有什么话还不能当着我面说呀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说话呀？前面说。还搞得神神秘秘的，跟妮儿黄瓜似的。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妈跟徐小辉好像结过婚。啊？这谁跟你说的？我爷爷啊，他说是真的。还有这回事儿？现在主要是什么呀？我妈可能还喜欢徐小辉，那我想我爸该怎么办呀？